好，所有的铁粉网友大家好，我是徐芬，我是唐心琪，欢迎收看新恩会。今天新恩会到底会不会会些什么呢？哈，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谈的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笑谈何谓人性。哎，我们这个心琪，这个之前我有访问他哈，我们俩一起来做这个节目，他跟我讲说，你不要老是问我好不好？等我再问，我这又不是特别来宾，啊，你为什么老是不回答呢？哈，我们是常态性主持，双主持，我告诉你，这就是一个互动嘛。啊，之前你一直讲热热，等下公话公没说，啊，叫你停不停？啊，今晚今天不有你讲，你讲不讲啊？不，你到底？我意思是说，有时候我发问的时候，亨哥也要适时的。有啊，我讲没有啊，每次他都逃避问题。可是每次你到我给我讲的时候，时间就到了，我就接受了。没有，我觉得亨哥很多事情都不想讲啊。那不是什么叫不想？那你不然你要我讲？好像是我是来上节目的特别来宾。很少人把自己讲成是特别来宾的。我想这个东西谈话性节目，两个人互动就是这样子，因为你的资讯比较多嘛，所以你来讲。没有啊，亨哥，你是真的不让你讲的时候，你又讲一大堆。四十多年的演艺经历，你看就这样嘛。你看不让他讲的时候一直插嘴，要让他讲的时候他不讲了，然后不让他讲，他讲的啰啰等了。你看，其实我觉得很多网友蛮想看你的分享的。那个，我们笑谈何为人性？你是怎么有些人什么人给你什么建议是？叫你要怎么样？哦，那蛮多，最近蛮多网友一直叫我要好好的问候亨哥。要保重身体，因为最近瘦很多。你这个话题在前两三集已经讲了，你不用再重复那个，因为你我有解释过了。你有问说那个网友在问，这个叫人性吗？这是人性吗？现在讲的这是人性就对了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人性有很多。对对对，这也算人性呢，啊。就是你这我们这在这个职业里面，这也算人性的一种啊，对不对哈？好，人性就是好凶吐槽求进步嘛，这也算人性嘛。是不是啊？你听得懂好像多少 QG 不好意思吧？哈，这其实大概就是互勉的意思了哈。当然，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啊，不要说演艺圈了，生活中也是一样啦，交朋友也是一样，总是会遇到很多这个所谓的人性嘛，哈，对不对？对，来我们来笑谈一下何谓人性。亨哥，这一集是有交给你全力发挥。对不起啊。你是有谁交代你说以后话讲少一点的哈？是有人交代你什么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觉得这一集人性你可以感受到蛮深刻的。我发觉哈，那个你昨天有去了一些地，去个地方有回来以后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哈。应该是有人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？没有，因为我觉得，亨哥是经得起大风大浪。我经不起也经不起，经不起。然后经得起大风大浪的人，没有，所以他。那個、比我体验蛮多人性的，那個，小姐，我们是两个都在主持哈，那个请你讲分享一下什么叫像什么何谓人性，笑谈何谓人性，那我先分享一个啦，亨哥你接着啦。当然啦，啊，就是要听你分享，啊。我觉得蛮奇怪，亨哥每一次都先以我为主啊。当然当然，你是主持人嘛，那你不是？我们是特别来宾的。人性。因为太多了，所以先举例几个好了。这前几集又讲到，就是说最撼动人心的那个文章以及报道的时候，也有提到，就是说人性呢，就是蛮多，我们同行的都会有嫉妒的心态哦，嫉妒的这个也是人性其中之一。然后还有能力比较，因为嫉妒的关系。很多人是因为嫉妒的关系，然后衍生好多一连串的效应，那就是例如说，他蛮嫉妒你的才华，蛮嫉妒你的才华，就可能没办法用才华的部分去攻击你，就攻击你其他做人做事人格的部分，所以由于喜欢嫉妒别人的那种人啊，你要特别小心。我之前有讲过嘛，那我说。蛮多人就是喜欢跟那个比自己弱的人当好朋友，不然你去观察一下嘛。就是说，一般的好朋友哈，我是讲我们那个音乐圈、演艺圈、娱乐圈的哈。一般他们看起来假面的朋友，他喜欢跟哪些人群聚在一起，其实都蛮喜欢跟比自己稍微弱一点点的。对。那如果稍微他能力很强哦，就会稍微在他的背后讲一些坏话。那你们可以稍微验证一下是不是这样？生活中蛮多这样子的。
尤其在泡茶的时候，泡茶的时候，或者在喝酒的时候，我蛮常听到，我们这一行哈，蛮常听到有些乐手老师啊，很喜欢讲哪一个乐手怎么样自大啊，或是怎么样啊，但是我发现他在讲的那些人，好像不是场子比他多，要不然就是能力比他好，或者是颜值比他好之类的，所以那种嫉妒心，同性的同性的也是会嫉妒，同性的对，就是例如说男生嫉妒男生，对啊，几乎都这样子啊，然后甚至是也会嫉妒女生啊，同性相斥，异性相吸啊，没有，连女生都会嫉妒，女生也会嫉妒，因为是做这一行的不管是男生嫉妒男性，女性都会嫉妒。你说男生嫉妒女生也是会，也会吗？因为就是例如说你在你这个行业，你很认真，你很努力，但是却没什么成绩。但是呢，这例如就一个很认真的，然后他做了一些歌曲发专辑的，想不到就是突破重围。蛮备受重视，也有成绩，这样子的人就是会蛮被讨厌的，真的吗？我说，也会被讨厌，当然会啊，因为就是说你在你们那个族群，原本都是大家都是一起工作，但是有一些人就是特别突出嘛。你是哪一个群组的？没有哪个群组的，我意思说，我只讲一个大概，例如说我，例如说在。卖房子或是保险业业务员好了，常常那个第一名的那个也会被人家很讨人厌。在学校功课很好的也不是很受。当然啦，所以就是说要强出头的那种，通常都会蛮没有朋友的。所以我意思是说，成功蛮多孤独。那当然都还是会有人。你至少要努力到一个程度，让人家心服口服。所以以前的皇帝就大家自称自己为孤，啊，对，孤，哎，对。那你的意思也很孤独。如果说你高处不胜，对啊，是啊，只剩他一个最大的孤，就蛮孤独的。那如果你能够战胜你的心里面的话，你还是觉得说无所谓的话，你就是一直努力向上，然后勇往直前嘛，那。你们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他如果有一些朋友还在继续诋毁你的话，人家只会觉得啊，你是嫉妒他吧。所以我意思是说，如果别人喜欢或者是跟你能力差不了多少，但是他稍微比你差一点点的那种，你自己要小心啊。那人性就是说，他喜欢，蛮喜欢讲人家坏话的这种人哈，就是嫉妒心很强的人。对。好啊，所以我们在这里听到我们新奇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和笑谈何谓人性啊？人性还有很多，这只是其中之一。对啊，我们一开始两个人在那边大吹过也叫人性的一种。对啊，还有很多，就是说人性也是很喜欢，就是说一般啊哈，一般每个人都是蛮喜欢得到任何每一个人的重视。哦，还有呢。就重视这件事很重要啊。就例如说你传讯息给他，结果他竟然不读。然后马人是哪是个人吗？没有，我意思是说，现在做这节目，我们都很喜欢，就是亲民一点啦，然后也很直接。我是一个蛮直的一个女生，然后我也不喜欢做这种事情。对，所以我如果在节目里面有很直接这样子的，那也是我，就是我平常私底下就是这样子。对，好，我们这个，我们刚刚也听到我们听姐，还有更重要的是，她要跟大家分享那件事情呢。我们下一次啊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下一次再分享。恒哥，你什么都没有讲，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了哈。那我们这个新恩惠呢，今天在这里啊，先告一个段落。我下次要告诉你说，他所重视的是，还有说很重要的一点呢，还没跟大家一起分享哈。如果你没有任何需要，这才讲其中，人性本善，人性本恶，还有很多啦。对啊，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们服务的地方呢，可以私讯我们新奇 TV 小编，会为你做最棒的服务。好。我们在现在就来这首歌叫《人性本善》，没有，看好那个创作歌手汤心莹为各位带来她的最新专辑最棒的精彩片段，重新来过，谢谢。喝一杯酒，想要我。